我们想要就是社会认同我们呢，不要用异样眼光看我们就 OK 了，就这样的声音。第一大队毕业有同性恋、新竹好拉风、老年同志规划。就是大家想爱就会想要结婚啊，就是不管男的女的都一样吧。 让我自己很高兴能够穿着漂漂亮亮啊，在路上走来走去，然后跟一群我的朋友在走在街上，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感觉，对。 很多人都没有喊我。